哎呀，不行啊，通不到啊。CQ CQ CQ， 各位喜爱业余无线电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翟台长的电台室，我是本期的操作员 9V1HY。今天呢，台长在周末又一次出来架台啊。这个上一周这个英联邦 Commonwealth Contest 并没有太成功，遇到了暴雨，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 QRM 啊。所以说呢，这周呢，台长要一雪前耻来给大家做这样一期这个户外通联的这个视频。好的，那么刚刚呢，大家也可能看到了，我刚刚开开台之后呢，第一个听到的就是咱们啊 BA7QT 啊 BA7QT 老师啊，他在这个功率还是非常大的，应该是广东省，应该是广东省啊，离这边还是挺近的。然后呢，刚才台长试着呼了几遍，然后呢，可能只收到了 Navy One， 然后并没有太收到。但是呢，在后来啊，台长刚刚把那段视频掐掉之后，又尝试着多呼了几次，于是最后终于呼到了。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 QSO 啊，还是非常台长还是非常高兴的啊，能够在刚一开台就获得了一个 QSO。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天啊，看一下天，这个上礼拜搞得我有点怕啊，现在没有下雨，而且在接下来也不会下雨。啊，这个俄罗斯 DX 竞赛啊是24个小时，现在呢时间下午本地下午5点钟，这个竞赛大概晚上8点钟结束，所以说台长现在有3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可以在20米上面啊去搞一搞。台长这次打算在20米单波段啊，单波段 CW 和 SSB 两种模式进行一下这个通联。好的，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在20米波段上继续寻找其他的台，如果没有的话，台长可能会在 SSB 上面呼叫一下 CQ， 看一下等一下在6-7点钟灰线的时候能不能有很多的台来回应台长的呼叫。哎，大家听到现在在频率上有一个日本的电台在呼叫，刚刚台长和他进行了一个 QSO， 啊 ，JH4UTP， 啊，那么刚才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刚才大家听到了这个摩尔斯电码的这个呼叫，刚才他呼叫的最后一个字 P 的时候，滴答答滴，台长听到了滴答答滴之后，就写了个 X 在上面啊，写了个 X， 这个呢，后来呢，我意识到发现自己错了，听了好几遍才发现自己错了，啊，为什么呢？因为 X 是答滴滴答 ，P 是滴答答滴。就正好它低和大是反过来的啊，这个错误其实很容易犯。在这个 CW 里面，其实几个比较容易犯的错，比如说 Q 和 Y 还有 F 和 L 这几个四线的这个字母容易错，但是这个 P 和 X 台长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没睡醒还是怎么着，就是容易错啊，很有意思，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个啊有意思的这种啊这个在竞赛中一些小的细节。CQ contest, 9 Victor 1 Hotel Yankee, 9 Victor 1 Hotel Yankee contest。 哎，这个大家看到我现在这边，因为这个 ICOM7300 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啊，它可以插上一个这个存储卡，存储卡里面可以存上我们的这个录音，然后呢我们这可以循环播放，所以台长做了一个 CQ contest 这样一个呼叫语音在这里重复的播放啊，现在这个20米的传播真的很差啊，这个传播好的时候，现在20米应该是可以相当大的一个范围内啊，可以这个进行一个传播，至少东亚、东南亚包括大洋洲、印度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传得到的，但是现在感觉就很差啊。台长这样呼叫一下试试，现在整个 SSB 上面基本上是没有台的啊，然后呢台长这边还是用这个纸质记录，台长这个本上面是有这个去年参加同样一个竞赛俄罗斯 DX 这样一个记录的，台长给大家找一下看一下啊，WAPC 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1、2、3、4、5、6、7，总共就这7个 QSO， 这是去年的记录，全都在40米段，其中有1个 CW， 6个 SSB。 台长今年的目标就是在14米上超过这个目标， SSB 超过6个， CW 超过1个啊，目前呢才刚刚开始吧，还有2个多小时呢，将近3个小时，台长呢还是可以继续加油的。好的，话不多说了，我们继续开始吧。台长这边叫了得有2分钟了，并没有人回答啊，我们看一下。9 Victor 1 Hotel Yankee Contest。
台长现在在这个20米上面啊，20米上面大概等了有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吧。CW 这边、SSB 这边都试着呼叫了一下，也试着扫了一下整个频段，都基本上没扫到东西。然后台长无意间呢去看了一下15米，然后大家可以看到15米上面啊，这边很多密密麻麻的，相当多的这个。这个台，而且你像这种大功率的台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台长刚刚在想，就是说本来是想做这个叫做20米单波段混合模式，但是现在想了想，既然两个都是20米的 CW， 我们干脆改成 CW 全模式好了，因为反正台长这只是玩3个小时而已，所以说呢，多做些 QSO 其实是主要目标啊，参加这个比赛呢，拿个参与奖就好了啊，我们重在参与，所以说呢，台长决定。来15米这边体验一下什么叫真香啊，这个看一下这边啊，多做一些 CW 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到了晚上如果15米不行还可以转去40米，这样的话我们做 CW 单模式全波段，那我们参加这个组别的比赛。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台吧。这个首先看一下这个大台啊，我怀疑这个台就是 Navy1YC 啊，我怀疑它离我们挺近的啊，这个而且这么大功率现在破表了基本上。我们听一下。哎，就是他。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好吧，我这次用电键试试，用电键试试。他这个上一个 QSO 没有完，我们等他完了。再问一遍。好的，刚刚我们成功的就做了一个 QSO 和 Navy1YC 啊，这边它功率是相当大的啊，所以说而且它这个技术非常好啊，超我这边一遍就超出来了。我刚刚呢做了一个确认啊，68之后最后一个数字还是需要再确认一次啊，这样新手的话其实我们多摁几次这种就是 number 啊或者 again 啊，这样的话其他的人呢会多给我们两遍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超收这个正确能够有帮助啊，同时呢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对方会没有耐心什么的，我相信这个咱们在这个短播上面的这些友台们还都是非常有耐心而且乐于帮助咱们新手来进行完成这些 QSO 的。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刚才在这个21上面啊开门红，忘记超频率了，我们看一下啊，忘记超频率了，刚才差不多21037吧，21037。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在在15米段上做 QSO 了。哎，这里抄到一个俄罗斯电台啊，咱们这个俄罗斯 DX 嘛，有俄罗斯电台这才算像话。那我们试着回忆一下，它这个速度太快了，我抄了好多遍才抄到。哎呀，这个40米，大家看到啊，40米上面现在还是很热闹的。现在差不多6点多钟40米开了。然后呢，非常惊讶的是，现在正好灰线到美国，所以从新加坡应该是正北应该是过北极，然后会到美国。所以说刚才看到台长这边又多了两个美国的啊，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四位数应该是大台，怎么也是大台，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
四位数，人家给我四位数的这个序列号，也就是说上千个 QSO， 我这边呢给人家一个单数的 QSO， 结果呢这两个美国台还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给他们发了一个004006，然后他们回了我一个004问号，就是问我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家给我四位，我给人家一位，然后人家还要跟我确认一下，你确定你给我一位吗？我就说嗯，没错，我就是一位啊，还是一个挺惨的一件事情。好的，台长这边呢，接下来就要慢慢的给大家进行这个多做一些 CW 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台还有很多，台长还没有去听啊。接下来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台长就慢慢的做啊。这段时间就不给大家录视频了，结束之前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9 Victor 1 Hotel Yankee. 9 Victor 1 Hotel Yankee 5989, number 8, number 9, Roger. Roger, Roger, you are 590-1313, Roger. Number 1313, QSL. QSL, thank you, 73. Thank you, QRZ 9 Whiskey 2 Juliet Sierra Tango Contest. Hey.台长现在在这个 CW 上面做的啊差不多了，刚才上面的能听到的一些台基本上都听到了，还有一些台太弱没有听到啊。现在呢离这个竞赛结束还有不到半小时，台长到语音这边来多收一些 QSO 啊，这些东西呢台长还是会传上去的，只不过台长参加的还是 CW 组别啊，在这个 SSB 上面这些日志传上去啊，帮助对方进行确认啊。不过呢应该就不算我自己的分了。好的，离竞赛结束还有一点时间，台长要做一个最后的冲刺了，大家一会儿见。好的，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整啊，这个俄罗斯 DX 竞赛刚刚正式的落下了帷幕啊，今年的俄罗斯 DX 竞赛就正式的结束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天也已经黑了啊，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我们的日志啊，看一下我们日志。现在我们的日志最后一行是22啊，第22，有总共我们有22个 QSO。那么22个 QSO 里面呢就包括了一下，看一下啊，包括了11个这个11个 CW 和11个 SSB 啊，也就是说我们超过了我们去年的记录啊。台长这次呢其实还是想试一下 CW 的啊，这个就以 CW 的这个叫做组别去报名啊，去报名把这个日志传上去，看一下在 CW 组别里面可以排到第几位啊。这次还是很遗憾没能通到任何一个俄罗斯的电台，不过呢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通到了美国，我们通到了日本，通到了中国啊，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另外就是最后啊，最后这半个小时台长转到了 SSB 做了这个11个啊，半小时之内做了这样11个铜联，把整个 SSB 这个频段等于说扫了一遍，基本上 7.1 到 7.2 这个过程都扫了一遍啊。这个叫什么呀，竞赛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那么以后呢台长也会啊继续的来参加竞赛，下一次竞赛可能是 CQWPX 啊。那么 WPX 呢台长有可能会去找大佬一起做一个多人的台，可能去做多人的台，然后呢也有可能是自己啊，不一定。那中间有什么其他的活动，有些其他的可能台长自己出来架台，也可能会继续来给大家录一些这样有意思的通联的视频。好的，那么这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七尺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